从头到尾就是哎，就是八九万什么团体啊，不意外什么的。你跟他认真就输了。他打球，他直球对决，跟嘴。目前我会知道的，这还没有，因为才刚上工啊。对啊。对啊，而且他早上买报纸还买不到两份，其实是八小时，他们在三个小时掌握他的锁定他们的动向，八个小时内就把四个人都逮捕到案。范闲找到了比较有其他的，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还有再跟窗外加点东西，有啦，一定都有表示关心啦，对啊，包含窗外手。其实蛮平顺的啦，后面他自己发出了声明稿嘛，对啊，然后我们这边也帮朋友做一个正式的声明稿。当下他没有跟在，肯定担心的，因为不管是谁，自己的家人出事，因为对啊，应该有骂他吧。如果我在想，以他的憨脾气是有的。最受伤的老婆。没有没有。哎呀。平时看起来就是比较较低，你标起来是很恐怖的。本来除了今天的工作计划之外，还有团队哦。下午跟厂拍一片，然后跟他拍戏，晚上要上电台。电台结束之后还要开会。今天的行程是这么忙。对啊。其实也算多了。就难以复制啊，应该有吧。目前就是等于有窗外甲的都是先站着。也只能这样子啊。他说没事啊，我没事啊，一定都是这样子的、啊。他也一直说，真的很感谢高雄这边啊，就是局长跟市长他们的关系，然后就整个案情很快就结束了。他跟我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好了以后，我们一定要亲自下去谢谢他们。我说这应该的，这应该。回向声明。现在很少了啦，除非有些他是骂我自己家人的，骂我没差。这次的事件你去看了？看了，其实一定有看，不可能没看。啊，讲来讲去也是讲八加九。我昨天那个讲那个八加九，我应该是要讲说这个定义有点奇怪。人家说我们是八加九，那一样才不是八加九，这定义很奇怪啊。我也是被人家讲久了，我说哦，那我是八加九啊，欣然接受。全公司所有人全部去申请良民证，全部都过，全部都过。他就是因为一直在被网友酸民一直说啊，你们公司一定都是什么流氓啊，什么有的没的。我只是长得比较凶，然后就变成八加九。OK， 你讲久了，我欣然接受，我是八加九。从头到尾就是哎，这是八加九的团体啊，不意外什么的。我也觉得不意外，对，我已经被你们讲了，我欣然接受，那你还要意外什么、啊？你跟他认真就输了。叫他出来打球。他直球对决。